是有得罪你是不是？气到走人哈、哦！到底是录到什么东西 ？Ladies and gentlemen， 百万兄弟党，百万巨作正式开演。尤其我都是撒着你的顶八卦，予我做下吃袂消化。是啦，啊，如今的你，啊，那像你有头脑骨弄着，正干那面骨的啦。你哪咧敢讲啦？即摆你是咧聋影咧？你们搞偷菜买伫遮呢？啊，不是，我最近毋知是安怎呢，三体五度，身体拢总无好，袂用个食粮嘛，袂用个食补，毋知要如何是好。啊，若无，你是咧电视上的名医，搞做一下咩嘛？哎呀，带我关来呀！从天啊，我看啊，你写演古装的呢？阿妈写耍一个花枪的。那时间你讲无唔对啦，可惜。但是到这个地步，我爱实情向你透露，我的肚子已经有你的小宝宝了。什么？可惜我跟你讲真代志，代志到这个坎上，我无离开也是袂用钱。我的肚子一天一天的大起，因老爸老母老要叫提亲，我跟咱的囝是要如何是好？要何去何从？要哪会来敢面对着这个社会大众？阿文，你也知影，想当初你也了解，我是一个要有好起来的人，但是我一切也是高不离三四五六七八种，希望你会当了解啊！这点我连得辨别，也不知影当初是我就是驾驭着你的勇气。才会杀掉你的自卑气。现出世，我无来离开是袂用钱，但是无论如何，你唔通袂记咱错乱的勇气才好啊！勇气才好啊！公园内花香蜜，花香亲像阮旧时。叮咛孤爱的记，唔通爱花无爱去。阮心内为孤，无变爱到死。阮一生。继续爱导播先帮我带一下这个
这个女生的脸带特写。哦哦，这种有办法让她怀孕，那个男人才是伟大，真的是伟大了，梦贤。这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啊，梦贤怎么做到？Oh my god！而且演到最后，我们才知道，原来梦贤演的是阿德老师。对，啊，你演的是阿文。啊，雅文老师是有得罪你，是不是？没啦，起身都要走了，你是他演你耶，雅文老师。这哦，这一定要给他拍到哈，拍到。老师，我来报告一下。老师，我气到走人哈，到底是录到什么东西啊？老师，我老婆安尼加班吼，我不都凸显你的美丽，你怎样？我的天，来来来，你们的台语，我们刚刚一直在问什么沙贴狗豆豆哟，沙贴狗豆，辛苦拢啊，身体拢总无好，不用个食凉嘛，不用个食补，唔知要如何是好。沙贴狗豆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身体啊，走三步就要对对，就是瘫了，对瘫了，走五步就要倒了，对对对。哎，那你那个，你那个，因为你的勇气，我杀掉你的下面。Zubiki，Zubiki 是魅力的意思。啊，日文啊，因为你要押韵，是吧？这个就是以前按国语的 ，N O P 拉也顺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哎，那日本武士都拿出来讲哦 ，Zubiki， 对不对？好，然后比如 Otoko 什么，我的 Yamaha Suzuki 对吧？哈，对，哦，是啊呢。嗨，哎，还有一句啊，梦贤，你没有讲到什么？我杀掉你，杀掉你顶八卦。会吃袂消化，对对对。顶八卦是啥啦？顶八卦就是胸，就是胸部的意思啦。啊，以前的台湾人比较含蓄，不过我喜欢你的胸部，安尼收一只啦，你怎样？我介意你的顶八卦，对对对。啊，所以有时候会捶胸顿足，就是恨八卦。对心肝坏也叫啦。对心肝。你讲这好好酸，你哪好酸了？对，你着高到同安换一只，酸袂着。对心肝坏也叫，就是安尼来使无吼？对心肝坏也叫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啊，那酸屌嘞，酸屌哎，高道堂瓦几旧，就是很珍贵的意思，这样。高道高道堂瓦几旧，嘿，哦，酸无掉堆心肝化解掉，化解掉。好好好好，那纳豆你讲太多了，纳豆。阿文老师，请兄弟，是啦吼，你叫兄弟嘛吼，是哩，你的眼光真好，既然你看上到阿文啊。对啊。注意，跟你熟悉的为这种妆吗？是是哟、喔，是哩。安尼你的目镜真正是爱看起来。我把酒气又高涨去了。真正是，我觉得你们兄弟哈、喔，兄弟啊感情好已经贼，但是默契要好到这么好，而且很到位的是，你们两个的唱功都很平均哦、喔。然后呢，虽然说弟弟啊兄弟，然后你跟阿德老师赶快弄个绣花忘词。在最后的时候呢 的咬字上，我觉得哥哥嘛、雅文呢真的扮演了很好的角色，他提醒了你，而且在这一来一往之间呢，没有看到任何瑕疵，不会觉得那是瑕疵，反倒会觉得默契相救。我觉得那个感觉很好，尤其是你的肚子一日一日大，看到你我真的是火就很大，真的在海里要出现，越看就越火大，我真的要火大。哎、欸，阿、啊、你不倒是已经这样有用了啦？没有没有，这原本的小腹。哇，因为哈，你知道我刚刚一直讲说，哎、欸，这个阿不能哪些到位，连那不倒都该给给你。啊，原来是你真正不倒了。你原本先的安尼，不倒，这就是偶像秤砣。秤砣是吧？维度，维度啊，维度。真的非常非常的好，而且你让子宏老师、阿德老师、亮哥我们都好苦恼，说哦，真的怎么办？太亮眼了，而且超喜欢你们的表演的，我觉得你们真的太棒了，没有话讲。